控不要浮夸，准备高音挺到位。歌迷爽翻了，一神之前巡演到中国武汉站，不止安可安了快一小时，还唱了经典神曲《浮夸》，原来是因为啊，谢谢你们。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，因为我昨天，哎呀，我告诉你了，我昨天你知道我有一个跳快的部分啊、哦，有一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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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对，不是一个，我现在做不了那边，我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下动作，我就是拉到，反正拉到，哎，昨天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，跟年纪没有关系的，太惨。我从来没有这样子，真的是痛到哭出来的，很不好意思了。假如不跳舞，可以多唱几首歌，可以。你这样是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们幸运的，他们有练，但是我没有练。但是我需要练吗？我需要。对，他们自己三个都可以。存在吗？啊，仍是。